请邱文彦委员发言。主席、各委员，本院委员邱文彦、苏清泉、王进士、王惠美等22人临时提案，鉴于水下文化资产具有高度的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和观光等价值，保存了不同时代鲜明的文物、科技和生活等诸多资讯，因而被誉为时空胶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遂于2001年通过了《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并于2009年1月2日生效，并鉴于我国文化资产保存法制侧重于陆域，对于海域文化资产未能有效管理保护。由于近年来文化部和学术机构业已发现我国管辖海域拥有无数珍贵资产，为因应国际趋势和具体保护有效保护。我国水下文化遗产，原建请行政院应尽速审议文化部所拟《水下文化遗产保存法》《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并于本会期内送至本院审查，以尽速完成立法。是否有效，敬请公决。本院委员邱文彦、苏清泉、王进士、王惠美等22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严处。请问会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请陈碧涵委员发言。